今天是来给我女儿办那个换发她的旅行证，两年过期了，所以今天来换。要不然以前像我们还要开车去芝加哥或者去纽约，一般就还要住一晚上，来来回也很费时间，到这儿就直接办了，非常方便。我今天是来这儿办理退休健在证明，我觉得特别方便。之前因为我住在德顿，我要坐车去或者坐飞机去到纽约要住一宿，然后才能回来。我就觉得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家人，所以我可能他们的感觉更是一样，年龄越大了，对祖国这种希望需求可能更多一些。我是觉得真的就像亲人一样。为我们领区里面的广大侨胞啊，华侨华人啊，提供优质的领事服务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。因为我们的领区也比较大，一共有10个州，我们的办公室是在纽约了，所以很多侨胞可能各种的原因吧，到纽约去也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就走出来把优质的服务啊送到广大侨胞的身边，大家感到很贴心，也深受广大侨胞华侨们的欢迎了。我们还有一项服务叫领事保护，领事保护就是为广大的华侨华人维权啊，当中碰到麻烦的时候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的领事都要保持在线。今年呢，已经接了5000多通的这个领事保护的电话，也提供了办了900多，将近1000份的这个案子。我们想做的事情啊，就是说帮助大家解决在这里碰到的这个麻烦，维护中国公民在这里的合法权益，让大家充分地感到祖国在你身后，总领馆在你身边。